欢迎收看在地人的电视台天龙电视台。才艺节目尽在天良，欢迎收看钻石大舞台，拍声拍一个，谢谢，感谢，哎呦，真欢喜，真欢喜，今天你在这钻石大舞台唔捌来，这算第二场哦，第二场你来看嘛，哎呦，水当当，水当当啊，你好，没有来过的朋友哈，是是是，哎呦，你去倒位摔倒啊，你啊，摔倒个才水啊，你开落去啊，吼，开了开了呀，这身水衫嘛水哦。哦，啊，咱阴暗上远来对到位。哎，你无看到？我这头毛差不多三楼高，哇，水嘞呢！今仔日拢开落去啊。对。你啊，哦，有时阵安尼，互家己水一个有影袂歹安尼啊。不错。哦，阴暗内拢头一边来参加咱钻石大舞台吼，对啊。对。来遮相信嘞，一定安尼得到安尼真欢喜的心哦，啊，互你冲个几个月就对啦。哎，厝边头尾有在看无？有甲讲无？有无？拢有讲吼。拢有通知吼。大大细细拢有通知吼。安尼吼，对镜头挥挥手，甲亲戚朋友挥挥手一下，哎呦，真好！哎呀，因暗电视都转到大大声，欣赏咱只歌王歌后吼，表现美妙的这个歌声，对吼。啊，希望讲所有咱只第一遍来参加咱只钻石大舞台的朋友，因暗会当你轻松如意、欢喜快乐吼。哎，今仔日敢有人咧拜拜？你看有无？普渡拜拜，无，拢拜好啊。拜好啊啦。哦，拢拢有咧拜拜安尼吼。哦，即路咧拜拜，表示讲虔诚的心哦。咱即个啊，台湾人哦，那即个七月吼，拢安尼拜拜。哎，外国人敢有？哎，外国人敢那无？阿东啊，敢有啊？敢有咧拜？阿东敢那无好兄弟？阿东敢那无？哦，阿东啊，那个阿门天主教的啊。对，那个阿门。哎，那个天主教吼，哎，我捌讲过迄个告诫，你知无？阿罗告诫。找那神父讲，你若有做啥物唔对代志吼，甲神父告诫无？啊，对对对。嘿，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啊，嫩嫩啊 ，QQ 啊，就是安尼。嘿。找那神父的告诫讲吼，神父啊，我好像有犯罪呢。伊讲啥物罪？啊，我的吼男朋友亲我，哎，正常的啦。无要紧，小姐无要紧啦。嘿啦，迄个神父讲，哎，正常的啦。嘿。伊讲唔过咧，阮家呢。哈。哈。啊，那咱男朋友变阿恁家去。对啊，对啊。啊，就神父佮问啊，小姐伊外佮安怎？伊讲酒阁满落去安尼，阁满落去，满落去，啊，过来安怎？过来讲强要引导安尼啊？哈！哦，啊，神父阁问啊，过来安怎？嘿！过来，阮母啊，就礼拜啊！哈哈哈！哈！啊，因为神父讲安尼，你母安尼还无意思安尼啊？嘿啊！大煞风景安尼啊！好，好来啊！咱即摆哩马上要来展开咱舞台上非常精彩钻石大舞台。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台湾苏玉红梁行，我是同班同学宛如。欸、一般也无意外，讲台湾苏玉红都拍破啊，你拢定点点，阿你唔知丢，啊丢丢丢丢。但你这唱歌呢，演唱歌曲同款，你破声了拍到到底，因愈唱会愈好听哦。系啊，因暗吼参第一遍参加吼，歌曲甲唱好听，有没有信心？有。哦。冇问题。比迄人气王佫较有信心无？会有影哦。对对对对。哎，等遮久就是等这度呢。安尼吼。哎呀，第一摆来的当然拢也拼落去啊。我讲恁第一遍啊唱煞了，恁一定会爱上这个大舞台。真的。昨个一个讲袂走，讲要带落来。嘿，要带来。嘿，要带来遮啦。安尼好啦，安尼咱遮吼，啊都有心来加带两工啊，好啦。遮无房间啦。我今仔拍中铺，拍中铺。舞台拍中铺呀。是，好，来即摆马上要来展开咱舞台上啊非常精彩的这个歌唱的节目安尼吼啊，即摆呢。亲戚朋友吼，拢有看电视，有看到吼啊！这阴暗的演唱者吼，好好在电视机头前面甲因鼓励吼。来，即摆除了第一位以外，其他先会做休息。来，哦，来来，小家朋友来安排介绍首好听的歌曲，怀念的播音员陈庆祥，拍鼓啊，鼓励，谢谢。好听怀念的歌曲，怀念的播音员，谢谢。虽然啊，我每日在空中相会，
谢谢，来拍一个鼓啊！谢谢谢谢谢谢，阿里嘎多，我感谢你们哎呀，哎，谢谢谢谢谢谢。歌声真的呢，也很浑厚呢。对啊，风度翩翩。来，我们向前，阿里嘎多，阿里嘎多，谢谢。啊，舞台大风非常好，安尼。哎呦，够有啊，够有够有哈。搁一条，搁一条。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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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咱这里哈啊，陈大哥陈庆松庆雄兄呢哈，这首真好听，这个歌时常咧唱歌的款哦。有哈，很少业余啦。业余啊，啊哟，业余的，当然咧舞台动作大风正好，真正无简单咧。哎，有影，后壁迄个 pose， 脚开开，手安尼举起来，赞。是啊，气势真好。出场，互人感觉就讲啊，这个真正有影赞，是啊。哦，啊，因为哦，嗯，我也迄个爱 Q 起来嘛。哦，对对对。看恁的，看恁的节目，看恁的啊，看恁的唱哦。嘿嘿。到尾啊 ，Q 起来嘛是爱甲 Q 起来啊。哦。该救就该救起来，啊！该拉落去就该拉倒落去，你好，哈，会袂歹呢。哎，气势真好。有听咱这个朋友在讲的呢，咱这个啊担当的安尼吼，嗯，事业非常做了非常好安尼。经营什么行业安尼啊？无，因为我是迄个服务业，嘿，我百老汇168的迄个连锁店的记者旅馆。哎呀，谢谢谢谢。哦，连锁店的哦。啊，你这希望以后。
天良电视台有机会跟你配合一下。对对，那个文祥先生哦，伊他都还冇讲过，是是是，伊三年前就有到我公司去啊。哦，啊，因为哦，因为我有那个总监，行销总监。哦，啊，我有甲讲，我有甲提名片，我叫总监甲联络。安尼吼，好，谢谢你。希望讲咱这个天良电视台有幸会当跟你来做一个配合一下。好，好，希望你时常来到台哦。谢谢你。好，好。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感谢，好，感谢，请回座，你很漂亮，好，好，谢谢，感谢，感谢，哎呦，这个总裁功力很漂亮嘞，有呀有呀，哦，当个鹅肉真好呢，是，来，你想讲我后边的安排介绍，游冰山，哦，什么游冰山，哎呀，我游十指啊，你啊，游天龙，哦，来，咱的冰山啊，要来安排一首《玫瑰我爱你》，掌声鼓励，掌声欢迎，谢谢，感谢。哎，两位主持人 DJ 还有我们的摄影师们工作同伴们，大家辛苦啦。哎，换掉金马可以下来。要保卫我呀，我爱你。
们，你们我爱你。哎，谢谢，刘平山，谢谢，玫瑰我爱你，谢谢。哎，对唔对，三个，我都有特别听，唔是玫瑰我爱你。哎，哎呦，哦，演唱成功，好朋友，谢谢。来，朋友先给咱献花。你拄啊唱的迄句是啥物歌？哎，你们，我都爱你们。哦，谢谢，真好。伊拄啊唱的唔是玫瑰我爱你，唱你们我爱你。稍等，稍等，稍等，两位是。不同色，啊！哎，见不同色啦！爱徛中啊，爱徛中啊，爱徛中啊！吼，哎，这真正呀，第一遍来咱钻石道台啊，你吼啊，而且是可是那就是咸港，你结婚几年啊？几年了？好，四十几年嘞！四十几年哦！哎呦，你四十几年，哎，当然这个钻石道台，你看四十几年拜像安尼，给你献一下花无？敢办？办哦，对，办，但是伊个啊，所在哦，今仔因为来遮哦，比较充足一点啦，因为阮早起有去登山，阮即前理事长有传去，理事长安尼哦，真好安尼吼，下头主要都遮来，安尼吼，下头先转来吼，去迄个爬迄个大尖山吗？青山瀑布哦，青山瀑布哦，还佫特别来个真好吼。李处长为希望因翁仔某感情较好无？有无？有哦，当然哦，当然哦，哎呀，啊，当然来表现一下，叫阮去一号八房场啊！来来来，交代啊，稍微表现一下，表现一下，来拥抱一下，因阿先做等落去。哦，哎呦，抱啊抱一下，哎，当掉啊当掉啊，来看一下看一下，只因阿在只。哎呦，唔当七条，哎呦，上届甜蜜的这个机会哈。好，啊，这首歌给你唱完了，咱做伙比。一个手势，就是良心宛如要来去捧咧，进行一段产品的介绍，哈，好，知影安怎比，哈，知吼，拢知吼，安尼较秀出去，安尼就对吼。来，天良电视公司制作《钻石大舞台》进广告。今晚咧继续为后面安排介绍这首歌曲哦，江辉的歌哈。心寒。哎呦，应该要落心爽才对吼。来，啊，咱这个张秀妹演唱的歌曲。现场的朋友，抱啊，拍落去，谢谢。秀妹，心寒。天亮的大家族，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谢谢。来，我们气质大姐。心苦
辛苦了，谢谢你们。感谢，婆啊，你嘛拍两个呀？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好，感谢，哎，不错。唱好歌，嗯、啊，跳好舞啊，你讲好。对对对。气质美女哎。对啊。水当当，嗯，对啊。今仔日规定来拢安尼有打扮过，大家都水当当安尼啊。对。您对倒位来？对倒位。桃园。桃园哦，桃园来哦，对，啊，今麦桃园厝边隔壁头尾拢有咧看吼，有吼，看看的吼，有兴趣赶紧来，想叫伊今仔日唔对，好，嘿，今天特别来看两位美女帅哥主持人，安尼感谢你，较常来吼，好，感谢，请回座，谢谢，来，新手员介绍吼。哎呦，水英啊！对哦，为了安排这首《一轮明月照花香》，这讲当牛啊呢！哎呦，人家总裁夫人呢！好，来，《一轮明月照花香》，掌声欢迎，谢谢，感谢，谢谢。哎呦，气质美女哦！谢谢。明月照花香，帅哥的可惜啊！好好好好，来，今晚好，嗯，你看麦，哇，怎么有位帅哥嘞？风度翩翩的，哎呦，给你
送上这一束鲜花。哎呦，哎，啪啊啪一个啊，啪啊啪一个，很自动，真主动啊，你啊，对对对，哎，这位是我夜间部同事。哦，结婚多久了？42年，还这么年，你看，你看，看卖感情够遮重嘞，不简单。来，要讲几句话哈。啊，两位主持人哈，还有贵节目啊，今天非常的成功，而且我第一次来参加哈。哦。啊，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啊，那么这句话藏在我心里面43年，我也没有机会，也没有什么时候告诉他。我今天在这个社会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啊，稍微能够在啊，不管是生活，不管是哪一件事情都很顺畅。可以说我今天头一遍讲出来，啊，要感谢我的太太。因为每一件事情呢。啊，一个男人，我不算是很成功，但是我背后有一个好老婆。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呢，慎重的感谢你。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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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而且更感谢两位主持人，你们的贵节目呢，啊，我祝你们啊长虹啊一路成功，谢谢。好，谢谢你们，感谢，谢谢。哎呀，好感动哦。四十四当啊，说出心里面的话。哎，真的，而且哈，这个节目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在看，这么多人的见证之下，真的很棒。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哈啊，一定有一个非常辛苦的女人在支撑。没错，真正有影，神抗力，祝福恁会当永远恩爱。来，请所有参加者全部来上舞台，谢谢感谢。来，演唱者请出场，谢谢。来，感谢我们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这个好朋友，爱唱歌的好朋友，今天大家做回来。是啊，咱这个好朋友会记得找我吼，咱这个钻石道台吼，依然要来开放，就咱这个新朋友继续来报名。对，为了想要对你讲，在太阳下。钻石道台，因俺非常感谢每一位参加者吼，因俺来参加钻石道台，唱了欢喜无？有没有来无？有啦有啦，搁要来啦！即马时间已经到位啊，咱这位每一位参加者吼，挥挥手道再见，因俺非常感谢节目主持人同班同学宛如，还有咱的代管孙宏、梁成，挥挥手道再见，谢谢。